在帮你跟女儿讲，出去太久了。是啊，只能出去半个小时，他已经出去一个小时了。对对，好不好？好好。你不敢讲吗？我帮你跟他讲。好。Okay, 我讲了，他们都会听。你讲了，他一句听，我会不好意思。我会不好意思。对。佩欣是一名护理师。这天他分享了照顾一位阿嬷时的小片段。阿嬷女儿比原定时间回去的要晚，所以他只好请佩欣陪同上厕所。阿嬷不希望麻烦佩欣，但又同时不知如何向女儿开口。佩欣看出阿嬷的疑虑，于是主动提出帮忙沟通。没关系，我来讲。好好好，你讲啊，他听到我不好意思更好。我在陪病时真的一刻都不敢离开，阿嬷太客气了，不想麻烦家人又不好意思开口。谢谢那么亲切又温柔的护理师，